是谁？雷酱。我是林允。吉克隽逸。别人怎么看你？看不懂。感觉很累吧？怎么看都有吧。你如何看待人设？你不懂我。我就是最好的人设。形容一下自己。热情。我对所有人都可见。你会为别人改变自己吗 ？No。为什么呀？不活在别人的眼里。你的色号。我是 NC25。我是 NC40。我是 N18。心里真实，坚持不懈，亲和不假面，看我面不改色，看我面不改色，面不改色 ，Max Studio Fix。